乔伊，这是我男闺蜜。嗨，你好。真好，真好喝，我也要喝。我也要吃。今天我们一起去看《复活的路鲁修》吧，我买两张票。哦，那要不要叫你过来？哎呀，他不喜欢那些了，我们一起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你男朋友啊？乔伊，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我跟他是朋友，已经我们认识十多年了，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嗯，行吧。那晚上一起看电影哦。这么急叫我什么事啊？你来了，你老婆都怀孕半年了，难道你就不想？人都是七情六欲的，谁会不想？那我们今晚……服务员，你他妈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这种事情要和爱的人做才会有感觉，如果和不爱的人做，那他妈跟畜生有什么区别？不爱的人会背叛，以后这样。我把真心给了你，你却不懂得珍惜，就算你要离开我，也要心对我说明。我把真心给了你，你却把它当游戏。死鬼，怎么会这样逗人家？打他
回来。难道你忘记我给你的四块五了吗？你说可怜世间万物，给你四块五，没有四块五的牛。一张结婚证呢？是九块。给你四块五呢？你兜里只剩五块出头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许离开我。人生路长，你说你想去的没有边际的海洋，哪里可能？会有三块五的海景房，我去你妈的四块五，四块五。
一点不懂浪漫。都怪你好，你也不好好人家好好。那么胖了，少吃点肉吧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吃好了。吃好了。一共268元，是刷卡还是现金？现金。你点一下。如果不够呢？再付你。这都是医保的。逗我玩呢？啊？未来我想喝奶茶。海南同学都身体不好，别浪费钱。嗯，那算了吧。我好饿啊，我们去吃火锅吧。吃火锅都浪费钱，再忍忍，马上就回家了。我煮面给你吃。嗯，好吧。嗨，你们也来吃饭啊？是啊，要不一起？你想吃什么？嗯，火锅吧。行啊，走。你刚才不是说吃火锅浪费钱吗？哪有这事儿啊？走。想吃什么？随便点。哎，你要什么味的奶茶啊？草莓吧。我去买。我想要一杯抹茶。给你的奶茶。我的呢？喝那个多不健康，服务员来壶开水。凭什么我就不能喝奶茶？到底谁是你女朋友啊？瞎胡闹什么？不就没给你买奶茶吗？你喜欢多少多给你买几杯。这根本就不是奶茶的事儿好吗？离婚了吧。清楚你未暗示我是我幻想，给我想太多都知内心。久等了，兄弟。
当初你让我照顾他三年，我做到了，谢你兄弟。对不起，有些事没敢跟你说，我怕说完了咱们连兄弟都做不成。对不起，我不爱你了。他我为你心疼是与你无关，这是什么爱？幸福的人不需要说对不起。还不忍说再见，祝你们两个幸福。我给你爱又不敢爱，恨又不能恨，进退两难。你对我人在这里，却心在那一边。咱们还能做兄弟吗？这是爱情的深渊，我不想再深陷。只怪你轻许下的诺。我这辈子只跟人做兄弟。你对我人在这里却心